为什么不和？你别问我啊，你别问我呀，兄弟，你问干啥？你别挑拨我们关系啊，兄弟。提问：小左说的是哪一场比赛？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了，一起来回顾一下吧。可以喝了，真该喝了。这圈现在巴西队也没位置，天际也没位置，这个木筏 DK 也没位置，他不合的话，不合车用不了了。然后没了呀，这个是一个得合了呀，你合上去抽宝了呀。这把吃鸡局，为什么不合？那不合就没不合呗，那没办法，压力大呀，那指挥压力也大，那正常想多合，我们喊着合了。兄弟说要接，那我决定，我说那我接呗，相信你们，商量好接车雷，放酒驾，我顶死，兄弟。可以，有画面了，一起来回顾下吧。天路这波来了，点完了，形象被撞了，可以了啊！这边来了，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不合的话，经济一个满面肯定是要冲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可能就是放对面过来攻，然后让马路对面队友有出枪的机会，但是很不现实啊，对面可以躲的呀。为什么呢？在墙的这边，对面是架不了枪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从一开始早很早上个圈就可以。不要，我他妈看着他们有点来说，我说实话，还是一个四装啊，就是你这个枪线还是可以。他现在不合的唯一理由就是没车了，后续我想不到任何理由他合不过来啊。觉得他为啥不合呀？那车合不了，快炸了，炸个，快炸了。有伞包有车，没办法，压力大呀，指挥压力更大呀，变形啊！我川哥只是表面冷静，一心慌的一逼。速楼还好吧？四五楼吞伦赫想在一楼打，渔船想让他上二楼打，我想让他找台命回来，走真稳。他那本来就是，你看我们过点能不能帮他炸倒或者打倒几个，他就接了，打不倒该溜的，他接不住，一个人怎么操作？主要是人家烟封好了，我们他妈雷扔了，枪也扫了，他妈放不倒人，他就接不了。说了三个想法，兄弟人就晕了。你是正常思想，伦赫是英雄主义，川哥是老六想法。也不是，老规矩，让我们回到比赛现场。听到飞机的还不走？是谁呢？伦赫想吃分，把吃分也不是你这么吃的呀，大哥，别人没事就没。这飞机的声音，那一队的这三个队。是的呀，走了呀，这种情况。又没有切到箭头，对。但他刚刚又用了一个伞包，不好走，感觉他应该没那么大概率。不想走，而追老师不太看到就说了嘛，这一次其实又是把这个伞包的概率。那房子只能走正门走，要走。人都想队友架一下，哎呀，能走。捡一个已经要抓 timing 了，也怕学校抽。天路学被贴了，能走的。学校在打架，他肯定有 timing 走的。已经没看到了，被贴了，再看还不走。主要是人家烟封好了，我们他妈雷扔了，枪也扫了，他妈放不倒人，他就接不了。我会要自己打，我操。好家伙，刚跳下来了，到了，是个满闪。哎，这个雷早一点点掐，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，直接往前提，记忆被淘汰了。是的，另外一边崔七是被 Twist Mind 四个人贴了房子，倒了已经。最后把啥心路历程？有啥心路历程？我一死我就觉得稳健了，因为我感觉那个圈，什么 V 七也活不了，全民和 Ace 也在打，也掉过人，我都记着呢。我操，然后越看到后面越。不对劲，兄弟，我操，全活着，把脚趾抠紧了，兄弟。然后我就在诅咒，兄弟，我操，我看了一下 ，V 七、Ace、真姐全火了，我操，着了，着了，出事了，兄弟。怎么说？有画面感了吗？来吧，两分了。另外一边 ，SSG 也在得分 ，HE 也没了 ，SSG 能不能上点大分 ？HE 也没了也行 ，Chris 你是真的 ，HE 死人性了，哎 ，HE 死人性了，吓住了 ，HE 和歼击一块死，排名分很关键，排名分很关键，我看歼击已经62了，对 ，V7 的分已经上去了，完了好像，歼击，朴老师，哇进了，如果再拿，进了，牛逼，我操兄弟，最后。是大家最关心的决赛跳点问题。你们决赛那跳点还不好说，他那个啥，那巴托利斯打完雪地跟崔伦赫说那个啥，说我们不搞你，然后决赛大概决赛就是点给他们，然后崔伦赫没听懂就笑了笑，你知道吧？不过他确实没搞我们，
他如果是硬搞，我们应该已经回家了。没听懂，那谁他听得懂啊？那我跟他说句中文，你别在，你赶紧给我滚！他肯定也冲我笑一笑呀。后援会呢？志龙还去不去？哎，志龙后面没回薯片消息了，他估计也没想到我们能进决赛的，随口一问，没想到真进了吧？我操！决赛进决赛，我来进来一加油。你等我几年行不行？几年？这么难受我。哎，本来说客套话的。我操！没想到你们真进啊，大哥！操！